今天给他换一下这个压缩机，我刚才给他取下来了，取了之后我刚才里面特别脏，因为它里面烧了之后，它可能瞬间一下子那个什么，你看，你再拿点新的，然后它那个里面特别脏，哇，这个我给它洗一下，因为它瞬间一那个就像爆炸一样，然后它可能两边都喷了，都喷到这边管子了，你看啊。我刚才已经擦了一下了，你看，再擦一下，看，哇，然后这边高压这边更脏，啊，换个新的，喂，怎么了？塞进去，哇！但是呢，它有可能脏的不是太远，因为它一那个烧掉之后，马上就氟利昂都喷出来。你看我刚才取的时候，然后这边都喷到那边去了，把我手上都弄得黑黑的。然后你看，这边高压这边扣，看。这边更脏，哇，我看去不去给他买一点那个 flash 的 ，flash 的这种，然后从这边打开，我看也没脏到这儿，把这个取下来，然后来看一下。然后这是用，哇，它这边很难取下来。或者是用那个氮气，然后把氮气拉上来了，给它从这儿，然后往外吹一下，看怎么样。OK， 我现在给他买的那个 isopropanol，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，这种压缩机一烧坏之后，然后，你看它这个一下子都喷出来了。一下都喷出来了，这个是一下都喷出来，看到没有？那个氟利昂喷出来，它一旦一烧了之后，像它这种情况，啪一下子都喷出来了。你看这油，和这些黑的烧的那些，因为它一产生电火花之后，然后一打火，然后里面那个特别脏。那个呀，这是第二天了。那个昨天我那个弄的，你看。然后用那个纸朝里一弄，特别脏，一个管子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它一下子就停止了，但是里面的压力还比较大。然后呢，而且它猛的这样，就像爆炸一样。然后呢，它这边也喷了一些，这边也喷了一些，但是呢，马上就停止了。所以这种情况的话，然后呢，它基本上那个黑的东西啊，它就它不会太远。就是这种黑的东西，你要是真正把它揭开的话，然后一节一节的，然后呢，它不会，就是这个黑东西呢不会太远，然后尤其是这边 section 啊，然后这个空气是往这进的，OK， 然后呢，你要是看它的那个介绍啊，就是专门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都是你把它一截断，一节一节来清，那家伙。那就麻烦了，大部分人都不这样，他们都用那个 flash， 然后一种那个 solvent， 一种就是有机的那个溶剂，然后呢，把我的帽子压住，有机的溶剂，然后呢，这样使劲往里喷进去之后呢，就是然后从一边，然后让它全部出来，然后没有必要，而且它这个五吨的是系统比较大。你需要那个，那就贵了，那个东西特别贵，估计要几百块钱。你那他那一罐都四五十块钱，你要是买便宜的，不便宜的话都90多块钱，100块钱，那得需要好几罐。然后呢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
我一般都没有给别人分享过，但是呢，你要是去看台，有一些人专门那个 flash 的，它都是 alcohol based 的，就是，酒精那个里面大部分都是酒精，然后它又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。其实这个里面呢，这脏东西啊，你用水的话也可以吹出来，但是呢，这种不建议用水冲。你要用水冲了之后，你马上抽真空也可以。为啥呢？就是你用水冲了之后，但是呢。只是冲这一部分可以，你不要到里面去，到里面去的话那就麻烦了。所以呢我也不建议用水。其实用水的话也可以，原理上来说应该可以，只要你水不存在里面。但是这种情况的话，那么多弯的话很难不存在里面。然后呢，你要是用水的话，然后也可以，为啥呢？你就使劲抽真空，使劲抽真空。你知道那个你一抽真空的时候，那个水就在室温的情况下，它都可以沸腾，然后沸腾的话，水一蒸发它就出来了。这就是为啥抽真空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真空泵那儿，你要是把它打开的话，然后它喷出来的都是雾一样东西，那个就是些油和水的那个水滴，那就是那样。然后呢，你越抽到后面的时候，越接近真空的时候，那个越少了，就是那个。就这样，就是说呢，像压缩机里面有水的话，你一个压缩机你放时间长了，就是开着口，然后你要多抽一会儿，因为那个压缩机的润滑油呢，它吸水，吸空气中的水分，所以呢，你要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得多抽一会儿。这就是为啥一般的话，压缩机你只有在用的时候，在焊接之前，然后呢才把它打开 ，OK。而且他来的时候，厂家里面都充氮气了，充着氮气。然后呢，你看现在再回到我，就是用水也可以，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用水 ，OK。然后呢，你要用水的话，用那个什么水？用那个蒸馏水。蒸馏水里面它没有矿物质 ，OK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来讲一个这种味。因为我做过科研嘛，做了20多年科研，我们在实验室。今天风特别大，我们在实验室，然后就纯化那个 DNA， 就是把那个 DNA 从那个细胞中提取出来之后，然后呢，就是从那个溶液中把它沉淀下来，就是用 isopropanol 99%以上的 isopropanol， 中文叫什么异丙醇吗？还是什么？然后具体的话你们查一下，那个 isopropanol， 然后也叫这个 isopropyl alcohol， 然后呢，但是你这种在市场上你买不到，只有在实验室那种专门供应的是99%的，但是这种的话都是91%的，你可以在 Walmart 可以买，这一瓶4-5块钱 ，OK， 然后呢，然后它里面的水呢，它里面加的那剩下9%的都是水，那个水的话。就是那个蒸馏水，这都是蒸馏水 ，OK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要挥发干燥之后，你看这种 isopropanol 和那个酒精和 denatured 的酒精，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一个东西，都是一样的，特别容易挥发。你就是你把它倒在哪儿之后呢，它一会儿就挥发光了，而且没有任何那个 residue， 就是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。OK， 它那个，而且它里面水的话是蒸馏水，所以呢，蒸干了之后也不会留下痕迹。所以呢，你要是在网上 search 的话，有人专门卖，就是 alcohol based 那个 flash， 就是 AC pipe flash， 也就是说你又知道那个里面大部分是 alcohol， 然后呢，但是呢也是特别贵，然后呢，你像这种情况，你就买一下这种就可以了。买一，你看我这是刚从沃尔玛的那儿买的，买的之后呢，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呢，我就 flash 这一段，我就 flash 这一段，然后呢这边的话，然后你看它是直接上去了 ，OK， 然后呢，怎么办呢？你看这是我加那个油的，给那个压缩机加油的这个一个东西，然后呢这个东西呢，你把这个isopropanol， 就是叫 isopropyl alcohol， 就是因为我们实验室的那个名字不一样，实验室都叫isopropanol， OK， 和这个一模一样，同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你把它打开之后呢，然后灌满之后呢，把这个盖子盖上，然后呢，
这边呢用那个什么打到 test 这一档，就是500个 PSRG， 一下子把它冲进去，刷一下子一冲之后呢，然后呢它就会在这之后呢，然后呢你然后呢再把它拧下来，换成另外一种，看，然后换成另外一种，然后这种的话就是专门 flush 那些就是不同大小的管子，从1/4到1英寸的管子，然后你看不同大小的管子，看，然后都可以。这个是1/2的，这个是那个，是7/8的，应该是7/8的 ，OK。然后呢，就是说你把它刷一下子喷进去之后，一下子呲一下子把它呲一下子，然后呢，赶快拿着这边，然后呢，再用高压，然后从那边一下子把它喷出来，然后再把它喷出来，然后等会儿我让大家看喷出来那是脏不脏。你看，要不脏的话，我希望不会太脏 ，OK。然后呢，那同样，然后你这边的话，然后可以从这边打进去，或者你直接从这儿打进去也可以，因为它这个的话，正好这哦，它这个还拧不动，它可能当时可能焊接的时候没有保护什么的，然后它把它拧得特别死，然后这个的话，我就从这儿，然后从这儿，然后等一会儿我就直接从这儿把它喷进去，然后拧上这个。就是这个拧到这个头上，然后我从这儿直接喷进去，然后喷进去之后呢，然后呢那同样，然后我从这边用氮气赶快再把它冲出来 ,OK? 所以呢就是这样来操作，我这个还没有分享过它，然后这种的话是最经济有效的 ,OK?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来操作一下，然后等于说我给大家录一下，然后这边看有没有喷出来脏东西，不脏是最好的了，不脏。但是呢，我昨天那个拿一些干净的纸进去之后，这个特别脏，这个特别脏 ，OK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来操作，按照我刚说的这种 ，OK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因为我一个人操作，然后没有录出来，没有录下来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哇，很黑，你看，然后你看看，哇，特别脏，看来我还在 flush， 你看从这儿挤出来的这种，你可以看出来多黑，你看看，然后，这是昨天的纸，然后呢，拿个稍微干净一点的，你看。这是刚才从那一喷，一下子喷到那个上面，又刺到这个上面来。看到没有？所以呢，看到没有？大家一定要 flush 一下，尤其是这种压缩机烧的，一定要 flush 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再看一下有没有。没有了，因为这个东西一弄之后。然后一弄之后它挥发特别快，这个东西挥发太，你看那个底下基本上一会儿快干了。然后呢我再来一次，哇，它你看刚才喷到我手机上了，因为在那儿，哈哈，你看到没有，刚喷到我手机上，我赶快拿到这儿来了，你看，哇，看到没有，看，是，你看刚才也溅了这个上面一点，然后再来一次，太脏了。好，这是第二次，我们看第二次有没有脏东西出来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这个里面全是那个什么，全是那个 isopropyl 的 ，OK。然后呢，放到我这膝盖上，然后我来拧一下啊，看一下。然后这次应该喷出来应该是干净的 ，OK。然后看一下，因为我这样猛的一下去之后。你这边还没有冲呢，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喷出来一些。你看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哇，看底下，看，你看看，看到没有？看，哇，多厉害！你看这些黑的，
哇，比上次，比第一次还厉害，比第一次还厉害。哇，看来我要吸几次了，要吸几次。哇 ，shoot！ 刚才不知道有没有路上，喷出来的全是那个黑渣子，全是那个黑液体。OK， 再来一次。好，我们看这一次，第三次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这口上。哇，把我的氮气都浪费掉了。OK， 基本上可以了，基本上。然后呢，我现在从这边，然后再吹一下子。OK， 哇，你看，像这种情况，你要不给它弄一下的话，这两边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 liquid line 那个 filter dryer， 然后就会堵。然后呢，这个压缩机就会那个有部分限流。如果是没有直接给你，看这，如果是没有直接给你堵上的话，哦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那个黑的，哇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看。好，这一次，然后我又装满了，然后呢，现在从这边打进去，然后打进去之后，我就赶快从这边，然后把它刺出来，再喷出来 ，OK？ 看，我打进去了，然后，哇，看，哇，看我手上，哇，这个黑的这边，看到没有？不是黑的这边，这个、高的这边，这个高压管，你看那喷出来的，哇，你看 ，shit， 看我的手上，非常脏，非常脏 ，OK， 哇，我的眼睛不要，你看非常脏，看到没有？我赶快在底下洗下去，哇，估计。看，已经用了一半了，估计不够，我得全部用完。我幸好买了两瓶 ，OK。好，我们高压管再来第二次，然后呢，我要一个手开一下，看，啊进去了，然后呢，要现在，哇，看 ，look。看，哇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是，多脏，哇！第三次，哇，是，哇！看这脏东西，看下面的，我低压这边再来一次，低压这边，是看着，哈 ，shit， 看，哇哈哈，看这儿，这个得了皮肤病呀，看这儿，这儿，哇 ，shit。因为刚才这个一喷，一下子这个上面又喷回来的，溅到这个上面，哇 ，shoot！ 啊，看，我要去洗下去，我再拿另外一瓶，我干脆这样，因为这个太脏了，这样的话我就从这边使劲往这儿打上个两瓶进去，因为它走的话，我刚才看了一下。他那个操的时候不好弄，这个 stupid， 他把好像看是在哪，这他把这个 liquid line filter dryer 放这儿了，然后呢我要给他换一个，看这 liquid line filter dryer，
然后呢，也就是从这边打进去，它那个雷克兰filter dryer 它会把这些脏东西都给挡住 ，OK。然后呢，有任何再从这边出来，再 flush 过来，现在只能这样做了，因为它是太脏了。就是我整个我打上几瓶进去，打上几瓶进去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我就把这边换掉，把那个雷克兰filter，我靠，它那个还是个二分之一的，哎。它不是八分之三的，二分之一的，我还没有这种哎，办公室好像有一个，办公室好像有一个，回去看一下。它是二分之一的，就是连接那个 liquid line 那个 filter dryer 的，那个是一个二分之一的，二分之一接头的。哇 ，shoot， look， 哇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再买上几瓶，然后呢，同时把那个 filter dryer 给拿过来，看我那帽子上都喷上了，哇，赶快洗去。